咁啊喺120年裏邊咧，亦都見證到香港咧，可以講係一個啊可長唔長嘅一個歷史。咁其中當然係有一啲高，有啲低，起起跌跌啦。咁期待咧喺未來咧，特區政府嘅新嘅班子好快就上場啦。咁啊，再另外一個回歸25周年，仲有25周年嘅一個起點咧，揭開新嘅一頁啊！喺新嘅特區政府嘅領導之下咧，可以咧帶俾香港市民咧更加美好嘅未來啊，安居樂業啊！咁亦都喺呢度咧，順便咧恭祝大公報喺120周年嘅一個慶祝啊，生日快樂啊！國家領導人一個短暫嘅副主席，對我哋嚟講咧，我哋好歡迎聽到我哋祖國所有嗰啲國情。我哋嘅主席講啦，即係講大公民回報咧，120周年咁啊，係華人入字入面咧，屬於係報紙最長嘅一個刊物。咁啊，對於香港啦，喺呢25年回歸啦，其實都做咗好多嘅貢獻。咁啊，好多嘅一啲精準嘅報導啦，啊，咁啊，對於我哋香港市民咧，其實都係有好好嘅一啲分享嘅，啊，咁我期待啦，藉住呢125周年咧，即係對於未來啦，咁啊新一屆嘅政府啦，咁啊會一啲多一啲報導一啲即係有相關嘅一啲資訊俾我哋香港市民。咁啊，亦都通過呢個媒體咧，呢個報紙咧，可以加強同大灣區嘅早日嘅對接啦，更加融合啦，啊，